笑到后假装不看你。他们说你有点坏，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。可是我永不会追，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。要保持努力，忽远忽近，不能随献殷勤。要想眯着半天美，阅读更多书籍，充实自己更完美。不是每次的约会你约我就出现，不是每通的电话你打来我都会接。爱情故事投入越快，就可以收获更多。喜欢被你送到家门，但不能请你喝咖啡。宠爱。